各位朋友大家好，台湾现在的疫情呢越来越严重，我们知道疫苗是新冠病毒最大的克星，只要有疫苗我们疫情就可以控制住了。我们现在是需要疫苗，但我们疫苗在哪里呢？民进党政府天天巴结美国，美国到今天一针疫苗都没有，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愿意免费无偿提供台湾人民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北京国际疫苗，可是却口口声声爱台湾的政客居然出面阻挠，不让我们接受大陆的善意。为什么呢？很怕因为大陆的爱心让我们台湾人民的健康得到了保障，他就没办法再继续操弄仇恨大陆来骗取选票夺得政权了。这些人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权势完全不顾台湾人民的死活。爱台湾吗？我讲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爱台湾，爱台湾人民的健康，爱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些政客爱的是台币，爱的是自己的权势。那今天呢，我们统促党呢必须为民请命站出来。等不了疫苗，疫情没办法控制，我们誓不罢休。同时安乐在这边也呼吁全台湾人民站出来，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为我们的健康，我们站出来要迫使民党政客接受大陆的爱心，因为那是我们台湾人民生命最大的保障。安乐在这边再度恳求大家，我们一起站出来，为我们台湾人民生命的健康请命。谢谢大家。